勇往直前，好有自信啊！好夠膽咧啊！張翰，好好。跟住跳嗰個過程中咧，會諗下點解跳舞蹈嗰陣要做呢個動作，槍啊、子彈啊、石頭啊，啲槍射曬子彈啊，用石頭啊，跟住幾艱苦咁樣跳落去啊，同埋開始好懼怕，變成一種不屈不撓、寧死不屈嗰種精神咯。 当你跳嗰阵时，你谂翻去呢一段历史，咁细心谂之后，再融入舞蹈，咁个感情就出到嚟啦。呢个武壮士咧，最紧要让学生知道，我哋而家嘅幸福系跟以前嘅就嗰啲英雄好有关系。 我哋会利用筷子嚟拍出嗰个节奏啦，蒙古人好中意咧用啲乐器啊，咁样去咁样整响咯。我觉得我哋嘅难度咧就最后一 part 嘅时候咧，每个人都要落腰啦，仲要把住条腰，唔同我哋嗰啲有啲 S 型嗰啲腰要把住嘅，所以要比较难啲练习到咯。
其實隻舞係關於一個閱兵嘅一個過程啦。咁其實就係一個好似天安門廣場嗰個操兵嘅一個士兵嘅感受啦。咁其實最要求佢哋嘅時候，因為每一個動作都要好齊啦，咁所以喺執嘅過程中就有少少辛苦啦。你手嘅角度、腳嘅角度咁都要好齊整，係會按住音樂嚟做啦。咁所以會有少少困難咯。呢隻舞係最就係要一定要表現到團體精神咯。跟住如果有一個唔齊嘅話，真係會累曬全隊人咯。所以我哋即係又可以除咗要練動作之外，仲要練埋嗰種精神咯。即係女仔力氣唔係好夠咯，但係都希望可以盡力可以同佢哋一齊咁差唔多。
学组的特点呢，就是他表演水平逐年的提高，逐年提高，这就说明我们澳门这个教育局跟那个学校对这个学生的这个舞蹈教育还是很重视的。他们都体现出来，有些团队甚至体现出来一些专业水平，所以中学组这点体现得很，这一次也是表现得很突出。